来，兄弟们啊，看一下哈，处理五个二手网哈，一个介绍哈，第一个是撕纸的网眼，钓好都高度5米8，全网的重量网是10斤，就是德国进口椰丝线，上边是用的0.40线径，下边是0.45线径，60个都，啊，正发双子扣哈，人工砸坠的，哎，编织底缸，人工砸坠的哈，这一条，第二条。这是就下水一次9.99心哈，五指的网眼儿，钓都高度6米1，啊，全网10斤，人工砸坠的，正发双子扣，啊，日本进口博菲特线，啊，这网眼拉直11公分的。第三条是四边两指钓好都高度3米7，全网8斤，双扣，啊，听明白哈，兄弟们啊，双扣仅两指的网眼啊，看一下，哎，仅两指的网眼儿。啊，这一条。第三条是两指松钓好都高度5米3，全网重量我是11.6斤，11.64斤。啊，看到啊，冲压铅坠，用的是野井8边新二代逆染色黑红断彩。啊，这个是新网，然后客户拿到手下水1-2次。新网1300，现在这个处理价格的话1000。第五条网是进口胶丝线，钓都高度5米6、5米7哈，人工小杂坠，啊，三指的网眼，上边是用的0.30号线径，下边是用的0.35。嗯，我。赖吧，瞧好。我操，好啊！喂，你这还能看出完美的发型？你看什么？吉国林恰，关键是，快了，有打的了，我都甭他去，在这儿啊，有个7-8米人，那都调回去，夸的，红玉爷，我啊，捧着娃娃去。喂，有穿网的啊？现在看出3个人了，穿网的有黑尾巴网的，黑啥？有黑草。不，哈哈，我操！你抖了比欲望床的劲儿还大。有几个儿？有两条红的是吧？哇，不少。总体来说还是可以，哎，对，还不小。哎，快点的吧，奥特曼，你要上不来了，我俩就走了啊！这要上不来，我俩走了啊，很痛快。好家伙，闹顶起来 ，polar， 你俩奥特曼，这俩可以运。我这还整个带衫的，对，大红池子，挺好啊，这玩意儿。下一场地，这场地用康米尔水的那鱼，不像鱼一样，下面还是干的，上这儿干的了。